呢，所以讲呢，伊对这个做生意呢，完全一概不知嘛。那么呢，工厂倒去了，关起来了呢，因的厝嘛拢往地下去啊。所以讲呢，阿准甲妈妈呢，自细汉呢，吼、哦，就是拢吼，伫个呢这个阿妈遐，伫个外家啦。哦，因为呢，翁甲走个，啊，厝个爱往底底下去啊嘛，无呢要倒啊提汉债务。那么呢，妈妈呢，翁哦呢就带阿俊啊呢去呢伊个外头厝住。那么呢，一转去了，翁哦呢马上甲伊个这个妈妈借钱，哦，四家啊，人拜托亲戚讲安尼，拜托个啦吼，我先借下者，啊，我若有钱哦，我才行李甲你如何拼。阿孙阿公吼，看到妈妈咧，敢若像乞食伫共分安尼，都为着啥？为着要幸运。